下，好，然后一秒钟，对不对？然后进度一下，两秒钟，再来一直往下，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这个 Sway 里面呢，我做什么？先让它 sleep 一秒钟，好，它是千分之一秒。那让它暂停之后的话呢，要做什么事呢？要再去通知一下，通知什么？通知主要的那个执行序，因为我现在在新的这个执行序里面让它 sleep，OK。那再来就是怎么样？传递一个值，这个值的话，因为跑回圈嘛，第一次跑的话呢，就是加一，等于是 10% 嘛，所以 10% 已经跑 10%， 对不对？然后要通知什么？主持人去，哎，帮我更新一下那个进度，对不对？那我要怎么跟他通知呢？以往 Sway 跟 Sway 之间呢是没办法互相通讯的，必须要借由一个什么呢？一个 Messenger。那这个 Messenger 必须我们 new 一个 Messenger M 的这个物件，对不对？这个物件要怎么传递呢？其实有点麻烦，它必须怎么样呢？把这个 percent 啊，百分之几，对不对？这进来的话10嘛，那强制转型为一个数值，放在这个 M 的 message 里面的点 object 的啊，这里面在 object 的属性里面，帮我把它储存起来。好，储存起来之后的话呢，再借由 handle 呢，帮我做什么呢？点 send message 给，把这个 M 给包进来，那 send 给谁呢？所以这里的话，我们需要一个 handle 的物件。所以 handle 物件的话呢，我是写在上面，这地方有个 handle 物件 ，OK。那 handle 物件的话呢，它就帮我怎么样呢？去接到这个 message 啊。所以 handle 这个 handle 物件呢，我们 new 一个 handle， 那这个 handle 的话呢，就实做什么 handle message， 然后呢，里面传进来一个 message， 然后把刚刚传进来这个 message object 呢，把它再 to string。所以你会发现，它要转成 integer， 放进 object， 然后再到这边怎么样呢？再把它转成什么？转成要接怎么接 ？to string 再转成 integer， 好像有点麻烦。不过你好像你不用这样的方式的话，你也没办法把值带过来。所以变成你要先转成 integer， 再转成 to string， 再转成 integer， 放在这 x， 那这 x 的值的话，它就要10吧。10的时候呢？如果它不等于 100， 因为100已经完成了。如果不是100的话，那就 set 进度啊，多少 percent 有没有？那去调整一下 ，set 一下。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 handle 的话就可以去帮我怎么样去调整一下进度，然后再来的话继续 run 啊。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run 之后的话呢，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OK， 所以10、20、30每有没有？它这个 3，OK。所以这里的话呢，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哈。第一个就是先在画面上哈建一个专案，那专案名称我叫 Sway 底线 sample， 那本来是 2.33 的版本的，那我也把它改成按右键哦内容，我也把它改成用 4.22 来跑，好像还 OK 哈。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哈。